由中国水泥协会承办的首届全国红旗杯班组长大赛建材赛道复赛7月11至14日在云南省昆明市鹿泉县开赛。赛前，中国水泥协会秘书长王玉涛及工作人员对赛事各项做了认真细致的检查，确保比赛顺利进行。现在我宣布，全国首届红旗杯班组长大赛建材赛道复赛开幕。自觉维护竞赛裁判员荣誉，严格遵守赛场纪律和竞赛规则。本次比赛以理论考试加场景模拟考核的形式，围绕班组建设、班组生产现场管理、智能制造、绿色发展等内容，重点考察班组长班组管理创新、精益生产、安全生产、班组 7S 管理效率提升、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等能力。经过3天的紧张角逐，最终来自华新、中国建材、金鱼、海螺、亚太、山水、鲁碧等企业的40名选手成功进入决赛。